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好好了解神舟十五号航天员怎么生活，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激励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有很大的作用，这是第一次我参加这样的活动，他们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，对我们更了解中国的文化，中国的科技发展有很大的作用。